啊，就是阿龟，你看这阿龟掉下来，啊，帮阿龟配音啊，阿龟你好可怜啊。Hello，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奥特曼，欢迎回来，原始恐惧模组。今天呢这一集，不用想，大家都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吧？那没有错啦，今天这一集就是要把我们最后剩下的这几只啊，全部都弄一弄。我们现在剩下几只没有打，剩下四只嘛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迅猛龙哦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们的库契尔啊，没有啦，这个是那个我们的契尔王哦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阿根廷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应该算，这个应该不是西方飞龙，这个是双栖飞龙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这个方舟焦土当初才会有的产物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这一集呢，把它这一集结束之后呢，不知道老头会不会继续啦？因为毕竟真的啦，说真的，模组已经快要没了啊，库存要用完了，弹药库没了，好不好？说弹药库要没了，懂我意思吗？我真的搞不懂，神话模组跟普罗米修斯他们到底是在搞什么？不知道如果有在，应该是说如果有在玩这个方舟的各位，应该会有看得到工作坊啊一些奇怪的现象吧，好不好？普罗米修斯跟那个普罗米嘛，跟神话还有潘朵拉这三个模组呢，貌似都是头一个人制作的，但是呢，中间突然出现第二个人，我是不知道他们里面的一些纠纷还是什么的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普罗米修斯到 V3 版停到现在就是一直在没更新，1月19号嘛，然后就没更新了，而且3不50就换一个模组，直接开一个新的模组这样子。然后呢，神话模组更扯，本来是 V1 嘛， V2 V3， 然后突然直接跳到 V5 之后直接跳到一个 V10， 我真的有点看没有他们里面到底在干嘛啊。然后就是阿龟，你看这阿龟掉下来，啊，帮阿龟配音啊，阿龟你好可怜哦，好不容易爬上去又掉下来了。你以为你是在玩那个没有下半身的那个啊狼头大哥吗？好不好？我替你默哀了哦。好，这个不是重点，反正重点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了啦，好不好？那个可能是他们里面有一些这个模组的纠纷啦，就是变成是说就自己在各开一个，可是我觉得他们怎么一直开，然后都搞得我都没有办法拍，所以说我就暂时那两个模组就放弃了。然后呢，潘朵拉模组我也没有动了，因为潘朵拉模组也没再更新了，所以说呢没有弹药了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这边的恐龙怎么暴走啦？怎样？太久没有上线，现在全部都已经啊刻满了。你以为你是国际电玩展，台北国际电玩展啊？连方舟也有国际电玩展就对了啦。好啦，我能够理解啦，人这么多啊，老头第一天去国际电玩展，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。多到我完全寸步难行啊，太恐怖了！我真心觉得这一次办的，我觉得有点鸟，好不好？啊，应该是说每年都这样吧。其实我不太确定，因为我并不是每年都去，我只觉得今年的人真的多到让我觉得不好。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去申请一下那个动线啊，就人的那个流动，你知道吗？去控管嘛，对不对？都不去控管，整个塞在那边像肉球啊，人肉沙包这样挤来挤去啊，算了。好吧，抱怨完毕，来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先用一下迅猛龙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怎么那么小只啊？也是啊，迅猛龙本来就这种体型啊。干嘛弄它？你要来就找我啊！啊，我怎么觉得我伤害变低了？还是我的错觉？我也觉得我伤害变低了，咬不到啊，有咬到。好，我们用这个视角来看一下。啊！完全被我玩假的，是不是？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嫩，啊，我们的蓝白托超强的，有没有？真不愧是蓝白托啊！使用你的蓝白之力。说真的，我很喜欢这只霸王龙的配色。啊，不知道方块方舟有没有这个配色啊？应该蛮……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快死了？哎、欸？哎、欸，我居然，我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。哎、欸，我居然被咬掉啊！这样子啊、哦，流血伤害啦，我能够理解，这个流血伤害给的实在太屌了。
好吧，我们获得了嘛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刚刚有没有拿到我们的新装备鞋子？哎，有哎、欸，哦，终于整套满了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裤子，哎、欸，又有数值比较高的，啊，这数值比较差的把它丢掉，啊，就这样决定了。好，然后旁边那边摇什么东西？摇嘞。OK， 我们来看下一只，我们的企鹅大大。可以看一下企鹅大大 ，Penguin， 哇，这个企鹅大大居然是主动的呢，这么的凶残哦，王菲你这么可爱，哎，这样不行啊，而且重点是他根本就戳不到，不知道在戳什么。你看刚才打前面那一只嘟嘟鸟，然后说，你看你看你看看，不是我在讲啊。重点是他根本就打不到对方啊！哎呦哎，终于打死了，怎么打那么久啊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弄死你！你还不还是给我回去南极吧？啊、哦，忘记关脸书了，抱歉。不管，继续杀！啊、哦，杀死了再关脸书，去吧，让你知道你该回南极了，我要让你后悔，你离开你的南极是南极吗？啊、哦，北极是北极熊嘛？对啦，那应该没有错了。啊、哦，南极企鹅是你。啊、哦，不然我讲错了，然后要被观众念了一下。啊、哦，哎、欸，哦，微微下大雨了。嫩企鹅，嫩企鹅，可以试啦。哦，快解决喽！好杀好杀，卖照哦。哎呦，这次也杀了很多，还拿到传说蓝图，厉害厉害！我们拿到什么？我们来看，稍微看一下好了。鞋子啊，这个可以丢啦。嗯，我觉得那个可以丢了，不太需要了。所以拿到道具真的还蛮多的。哇哇，普通，普通啊，这是蓝图。哇，传说散弹枪，该装了该装了，我好像本来就有了。啊什么传说狙击啊？我们有传说狙击，我们是配上去的吗？嗯，怎么没有啊？算了，好，我们该回去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我觉得我们有走的好像有点远哦。没关系，我们走回去，剩下就交给我们的施救兽了。来吧。如果有在关注我的频道，应该知道我之前有发一部那个方块方舟世界吧？哦，那款游戏呢，没有意外，可能是三月底会发售啦。也不是完整版哦，先跟各位讲，它三月底那应该不是完整版，那应该是线上测试版。但是呢，你必须要先消费哦，就跟众多的Steam的游戏是一样的啊。打着公开测试的名义，然后先给你收钱、哦、然后呢，公开测试、修复更新隔3至5年才变正式版，好不好？方舟是多久我不知道啦，方舟大概是公开测试的3年，从原本的原价700-800块，瞬间涨到1200，然后变正式版。石油兽在哪里啊？黑色下面。来吧，飞行生物，当然就是一定要用飞行生物打啦，不然的话根本打不赢啊。先讲了，好不好？在开打之前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先稍微提升一下好了。啊，等一下，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居然没做。喂，不知我靠，伤害怎么差不多？为什么霸王龙伤害可以30几万左右啊？然后它只有。没有，霸王龙伤害可以60-70万，他只有30几万嘞。要不要点个攻击力？要不要点个5万左右啊？比较好打一点，好不好？我怕我到点过头之后又被回缩。啊，我这边再声明一下，有很多观众跟我讲说，老头你那个数值不点，我看起来有强迫症，我有难受。不是我不想点啊，因为他没有告诉你这个数值的上限到哪里啊。要是你点超过他的上限数值，等你下次重开的时候，你的伤害就调回来了。但是你先前所点的数值都浪费了，这样子有没有能够理解？啊，有没有能够理解？
我不刻意把它全部点完的那个原因是什么？就是这样子。哦，有玩过方舟大概都懂啦。啊、哦，没有玩过的，我觉得说再多你们可能也听不懂，所以说还是算了，好吧？走吧，来吧，在这个位置刚好，伤害应该不会很弱啦。我们先从阿根廷来打看看吧。啊，天空飞，嗨，你好。哦哦，来啊，空战啊！啊，我有必杀技，你有吗？哇塞！哇，600万，好帅啊！帅气的一集，电光一闪。你以为你在玩神奇宝贝吗？啊，施救兽，快使用你的电光一闪！我来了！呜！哦呦呀！哦，这个真的屌哎、欸！哎、欸，空战原来可以这样玩啊！哎呀，我都不知道。再来，哎、欸，没打到，可恶！越飞越高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看见，看见了！电光一闪！哦，我被攻击到了，骨折了，可是我还可以继续飞。厉害厉害，越飞越高是怎样？我哎、欸，好可恶啊！可恶，太可恶了！哇，接有哦，这个有哦，超有感觉的啊！原来方舟也能这样玩啊！最后一集了，再见！哎、欸，没打到，可恶！哎，有话快说，约你死期到了！啊，算了，我放弃了。弄死你比较快，好解决了，拿到什么？哎、欸，居然这次好像没有，哎、欸，有头盔哦。嗯，9000，哦，这个比较高，换一下，换一下，换一下。为什么撞不上去？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最后一个了，飞勇哥，我们直接在空中战争吧。来，飞勇，出来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告诉你，哎、欸，我没体力了。回一下体啊，抱歉。哦，飞那么快下来，他会不会找不到我啊？没关系，我先回体力，等下再去找他。喂、哎，他下来找我了，嘿嘿嘿嘿，应该是我应该是死不了吧？哎、欸，他卡住了，跟八七一样。好，那你就是先放水就是了。人这么好哦，哎、欸，我耐力全部归零哎，我记得有回复耐力的东西啊，在哪里啊？啊，没有开始动了，有开始动就好了。耐力，因为往上飞在俯冲，这个耐力耗这么靠耗这么快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你是要让我站着打你？你、欸、没打到，没打到！来来来来来，吃我一锤！来呀、啊，打不到完屁哦！哎、欸，你过来哦！哇，怎么又刮啦？对，我们还没有抓到那一只说，算了，有机会再抓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跑啊！哎、欸，我怎么卡住了？大哥，不要，我不想断线。哎、欸，他真的跑掉了，哎、欸，他完全不想理我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卡成那样子啊？你终于肯跟我面对了，是不是？还好啦，单下80万 ，OK， 喷个两三下就死了啊？没有没有，喷个十来下，好不好？啊，卖照，他现在是被我打跟狗一样、欸，哎。我把他当魔物猎人在玩，没有啦，魔物猎人不是这样啊，魔物猎人我跟你讲，是你被龙虐啊，哦耶，oh yeah, 解决了，我们这次拿到什么装备？来来来，我看看，应该是没有，好像都给那散弹枪子弹，传说级的，我记得那个传说级散弹枪一发打下去10000多，啊，那大概一次是3-4发，加起来这个差不多。啊，5-6万左右了吧 ？OK， 我们解决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啊，算了，我们也不用回去了啦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我们要回去制作燃烧硫，忘记了。来，奇怪，为什么我有一只血量剩一半？我们南方怎么了？先来做啦，好不好？我们看那个外观，看起来像石巨人，还蛮像石巨人的，感觉有点像，可能是还要单挑之类，我不知道打不打得赢。来来来，材料先丢进去。哦，原来我打到头盔啊，10000多的，是该装了啊。越打越高啊，来吧，找死了，出现了。他会打我吗？
不会吧？哦哦，嘿嘿嘿，哇，流血伤害，你看这个敲一下 ，Holy crap， 这么屌哦，这家伙，嗯，可以驯服吗？他没有写野生，所以是不能驯服的。他的驯服值是零。打，哦耶，七万滴啊！对，他是岩石哈。这家伙岩石系的啊，所以说我们一般恐龙对他造成的伤害啊，为无乎其微啊。对他来讲，跟在瘙痒一样。完了，这个要打很久了。没关系，慢慢跟他耗吧。我觉得应该叫我霸王龙过来帮忙哎、欸，两边一起帮忙应该比较不会有什么事情、什么问题之类的，好不好？就这么说定了。哎、欸，不要打我！哎、欸，我叫一下霸王龙。蓝白托，快快，乖，蓝白托，蓝白托，快点，打啦！有了蓝白托，咬啦，快，蓝白托！哎、欸，不行，我那只也会死，我蓝白托会死。我的蓝白兔会挂掉，完蛋了，有点后悔叫他过来，还是我慢慢靠就好啦。蓝白兔过来，哎，我命令你回家，不要过，不要帮忙了。哎、欸，我卡住了，你不要害死我、啊。哎、欸，打不赢啊，不是打不赢，是时间没有办法靠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你的敌人在这里，在这里啊。来来来，过来这边，你的对手在这啊、哦！不要，你的对手在这里，哎、欸，快死了！吃了没用吗？我把他拉远一点，蓝白拖过来。我靠，快死了、欸！完了完了完了，看他的血量，来不及救了，再见。啊、打不赢，我们的蓝白拖挂了，我也要死了啦。我要死，而且我还卡住，我死定了！我怎么掉下来了？哦耶 ，baby， 打不赢啦、啊，怎么办 ？2000 years later， 干什么东西？快赢了，快赢了，他还差一点点。差点忘记补血，尴尬了。再飞个六下，差不多就挂了吧？可是我卡住了，干！其实一直这样子侧面，应该就可以打得赢他了啦。啊，侧游大法，他完全弄不到我哎、欸。一直往侧边飞，他为了转向攻击我，但是又咬不到，终于快赢了，终于啊！哎、欸，他就开始自主恢复血量了，该死了！哦，结束了，结果嘞，解锁泰克印痕，原来打死他是拿来解锁什么用的？解锁那个制作我们这个的材料啊，可是很奇怪，这个材料。到现在还没用到呢，用途到底是什么？看不懂哎、欸，真的我看不懂，好不好？啊，死掉了，没有包包可以捡，就这样子往生了，这么酷，厉害厉害，哎，终于结束了，哇，直接送泰克装啊！哎呀，直接送泰克装备啊！这么的慷慨啊，一整套的呢，为什么不能装？为什么？哎哎哎哎！啊，你这一件不能装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？你全身上下，哦，可以使用啊，就这件不能装，这是 bug 吗？啊，丢弃再捡起来，或许就可以了。
哎、欸，真的不能装哎、欸，他的上衣是不是没做好啊？这是 bug， 这是 bug， 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这么屌 bug， 我的靠嘞嘞，嘿嘿嘿，那、啊、他的右键依然健在啊，我们看一下可以撞谁啊？可恶，这里没有东西可以让我们打，冲过去，我打爆你的小龟龟，打爆，其实伤害差不多啦，这个伤害其实就很一般，啊。直接打赢，直接送一套。可恶，不能传我的躯干，还要给什么？就刚刚给灵魂跟一些解锁嘛，对不对？就泰克装备解锁嘛。然后呢，没有更好了吗？好像没有了。所以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打爆他就可以获得这些东西，蛮屌的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终于结束了这个。原始恐惧的这个最后最终 BOSS 啊，目前为止啊，之后会不会我就不清楚了。但是呢，这个系列应该是不会这么快结束，我觉得应该还有稍微有一些东西可以拍。所以说呢，今天应该不是完结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小块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。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原始恐惧模组再见啦，拜拜。